蛋唔係你想做就做，係要個天批准。水銀引爆裝置唔適宜現場催淚。如果爆起上嚟，呢度周圍嘅政府大樓玻璃都會爆曬。我都係第一次攞住炸彈挑戰。超人嘅女朋友冇幾個有好下場呵。一、二、三。听清楚，而家我呢度有几百个人质，呢度有1000公斤嘅斯科炸药。人质嘅安全系首要考虑。斯科系一种混合黑塑金嘅高性能军用炸药，我1000公斤足以炸毁成条洪水。全世界起身！我好感激个天，俾我用生命去保护生命。